中晒嘅，上。人生在世，我哋最想通到乜嘢靈？大部分人答你嘅都係橫財，好多人都有個橫財夢，但唔等於人人都有橫財命。作為通靈之王嘅揭幕戰，我哋呢一集就以橫財做主題。A 組嘅五位挑戰者就會使出佢哋嘅通靈之術，最弱嗰個就會被淘汰，而第一位被通靈者係我梁思豪。分组淘汰赛即将开始，呢组将会分成三个回合进行。为咗证明比赛绝对公平，喺开始之前，我哋要求所有挑战者交出佢哋嘅上网设备，统一由大会提供。第一位挑战者将系玄学公子 Jackie， 喺佢入嚟呢间房之前系完全唔知嘅题目噶。好多人都知道我咧就中过六合彩嘅。麻煩你用你任何個方法喺我身上邊問我個靈魂又好，用我八字推測都好，究竟我係邊一年中六合彩，仲有邊個月份？如果你再叻啲嘅，當然可以知道我一次過收咗馬會幾多錢啦。OK， 好，開始。其實我就中過四次六合彩，咁就唔係四次都係頭獎啦，就分別係二獎、三獎、三獎同三獎啦。咁而第一次中獎咧就係2006年，咁啊中三獎，好似10多萬啦。第二次就好開心嘅，就係二獎嚟嘅，就係2010年，咁就130多萬。跟住就係2010年同埋2011年咧，我就係中二獎、三獎同三獎啦。需要你的八字嗱，我的八字是 Jackie 最擅长的是紫平八字，通过计算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得出来的八个字，就可以知道人一生的命运。当然，连几时中横财都猜得到啦。佢财星就都系强嘅，咁系啦，咁就所以有啲。啲財運都係比較好啲嘅，我就咁睇咧，就係37歲至到46歲之間嘅，係係啦。梁師，我哋嘅八字咧，你係冬天會旺啲嘅，秋冬天之後會旺啲嘅。計唔計算到佢個獎金係幾錢？以我嘅推算咧，就應該有3同1折嘅。如果我呢個推算就應該係。2006年，就中過六合彩嘅，應該係11、12月嗰啲月份，中嘅係。Jackie 平時睇你唔聲唔聲，冇乜自信咁，估唔到真係有啲料到喎。唔通人有冇橫財運同幾時中橫財都一早註定咗？跟住輪到同樣係中式玄學嘅鐘母上場，唔知佢會唔會同 Jackie 一樣開口中咧？歡迎你，鐘母。個問題就係。我邊一年中六合彩？都係決定用翻佢最拿手嘅八字算命，係比較旺思好。我會覺得係農曆年尾，即係冬天至春天嗰。咁乜嘢數字旺我？1同3，一同三旺我。OK， 好多謝曬鐘母嘅測試。OK， 原來佢發覺佢哋所有人都係講。我人生的橫財密碼是1同3，嗱呢樣嘢我係幾驚訝嘅，就應該有3同1折嘅，1同3。有啲嘢係可以好明顯嘅，所以一揸住睇翻就即係睇嗰個盤就可以睇到係冬季咯。唔係佢哋 check 馬會都唔會知道，我以為我自己中咗128萬，原來係1131啊！我自己都唔記得咗，因為個數字你點會記得咁清楚係幾多嘅啫？咁但係原來3同1就係我嘅橫財嘅通靈咯。我覺得特別嘅，呢個我自己個感覺都特別嘅。能夠以紫平八字推算出準確嘅人生命數，的確令人震驚。
咦，思豪，他哋要估賽馬比賽？當然啦，你話橫財，如果你估得到嗰場比賽，起碼邊個騎師贏啦，又或者邊個 number 有機會啦，甚至邊個馬名最大機會，咁我都覺得你真係能夠通靈啊！通靈大家就係要預知我哋大家唔知嘅嘢啊嘛。從事通靈或者術數行業嘅人咧，佢可唔可以中咧？佢可以中，但係開頭佢一定要輸嘅。輸到佢好窮啦，俾佢中翻嚇，跟住佢又會再付出嘅嚇，佢唔係永遠都會成日中。咁所以嚟到呢一關咧，我哋就俾咗其中一場嘅賽事五位挑戰者，究竟佢知唔知道個賽果如何？五位挑戰者喺十匹參賽馬匹中選出三隻，能夠直接估中冠軍嘅當然係贏，而另外兩隻如果估中都會計分。你今次會用咩方法去揀啊？我今次啊，塔羅牌馬名請神文五行啊，用馬名。今次似乎各施各法，佢哋各自用自己最擅長嘅方法測出結果。睇翻佢哋預測嘅結果，最多人揀嘅就係六號，其次就係八號同九號。我再重申一次，遊戲規則係估中冠軍嘅挑戰者最高分，其餘兩隻如果中咗冠軍都會計分。我諗家庭觀眾咧同我一樣啦，都非常之咧期待究竟啊，佢哋用唔同嘅方法去通靈啊。大家睇到啦，賽果啦，六號係最多人揀嘅。而八號就係第二最多人揀嘅，第三就係九號啊！冠軍誰屬？馬上睇下。一開波率先跑出嘅係師姐估嘅六號，佢一馬當先，帶出大半個頭。六號啊！呢個時候各位挑戰者都開始緊張。好啦，入直路啦！入直路之前，居然真係俾八號跑出。究竟呢場賽事最終係師姐估嘅六號，定係嘉敏估嘅八號咧？哇！六號，八號，八號而家嚟直路啦！究竟啊呢一場啊2022年啊2:07嘅呢一場嘅賽事，估唔到佢哋而家係中曬㗎，中曬㗎，中曬㗎，上上上上上上。好刺激！你哋五個咧就用通靈術啊嚇，咁啊估到咧呢一場嘅賽果，到最後就係6-4-2，你哋好刺激啦嚇，師姐。我對師姐有幾意外驚喜嘅，你見佢好似嗱，我知道我用呢個字係對佢唔公平，硬係好似覺得個流流地流流地咁。咁你又見佢喎行埋嚟嗰種咧好囂張噶咋？啊第六感咯，嗰啲咁咧，串得有道理。所以我就開始睇翻啲資料咧，原來第六感咁可能大家都覺得有第六感啦。原來第六感係一個松果體嘅通靈，即係我哋用呢一度其實可以通到靈。咁你又不得不佩服佢嘅。松果體咧我就唔識嘅，但係咧我一直咧其實我嘅直覺係幾準噶嘛，呢個大家都知噶嘛。